吗？下次一定得赢。下次一定得赢，你觉得你们的队友真的累得都已经呼吸带喘了。什么？那不行，你因为你输了，你就得零三比一。没事，反正我们肯定能赢。肯定能赢，有没有喜讯？有。哇，他听懂了，我说有没有喜讯的歌？有，加油，耶耶。看来呢，我们的满天琪呢，实在是，哎，两次出师都已经以失败告终，害得我们的冯小姑娘实在是累得呼哧带喘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一轮我们要增加一下火药，我先由我们的波兰小朋友跟这个马先琪放一句红话，看他会不会说什么呢？马先琪，你说了。他说的是中文，再来一遍。马先琪，你输了。马先琪，他说马先琪，你输了。你有没有什么狠话要跟他们说？马先琪。你们那队员都说马天奇你输了，看来呢，我相信马天奇呢，这个失败是很难扭转。来，我听一下马天奇有什么要说的。受不了，你输了。我不参加比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一定要放句狠话。王江北，你们队输了。啊，就是还是说对方队输了，那到底哪两队最终能获胜呢？来，三。一 go， 哎，这个输，哎呀呀呀，又输了，王姐，五。回到原点，来到你们队伍，嘿，再来是 OK OK， 再来呢，来的啊耶，看来恭喜，看来我们这组马天奇终于这一次没有失败了，主要你得记住我队友，我一句话一下子队友好不好？出马，哦，嗨、嗨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耶、耶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看看那组选手又会到第几轮胜出呢？来，让我们期待。OK， 好 ，One， Two， Three， 开始。哇，两队应该非常快，两队应该非常好。OK， OK， OK， OK。哎，对 ，OK。那组出师不利啊，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没什么，有还有一个。哎呦，看来我们的创意版很心胸大度，但是啊，假如说轮到最后一组输的了，可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。那只有你输到最后你就知道了。哦，知道了。好，这边太冷了。你们那边准备好了吗 ？OK。好，今天呢已经准备妥当了。看看两个双胞胎，还有两个好朋友，到底谁能率先出现呢 ？1, 2, 3, go！ 哎呀，看来我们的跳一板不错 ，OK。八，啊，二 ，OK， 恭喜。哎呀，哎，看咱们唐老鸭就说，妹妹率先胜利了，有没有什么想对姐姐说的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要看我们蓉蓉这组能否胜利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接下来比赛马上开始 ，1, 2, 3, go！哎呀，看来我们新上来的助手很厉害嘛！哎，这是不错不错的啊，对。行。
开心，终于赢了一次啊！也恭喜我们的这个姐姐获胜，来恭喜！谢谢。好，今天要看看这组将又遇到哪个对手呢？让我们看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冠军继续挑战。